我往朋友圈里发个驴啊，就知道发朋友圈。哎，你别吃饭呢，我这干嘛？爸，我不吃了，我以后啊每天早上得锻炼身体啊。我锻炼了，早饭不能吃。美好的一天从健身开始。再见了，从今天开始这早饭我不做了，你做好也没人跟你吃啊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就是朋友圈的人多，这朋友圈里头一天老有乐。刚才我就截个视频，老有意思了。哎呀妈呀，你猜咋的？一个老年合唱团，一群老头站得一骂起，唱得老有气概了。买一个萝卜，钱不多了，加上块豆腐，没有花就大了的地上地的树吧，算了吧，举起喝了吧。就这时候，过来一群伴舞老太太，领舞那老太太，咔嚓一个跟头把自己摔个倒立，那脚抬起来奔老头那嘴就去了。那小脚胖乎乎的跟个小猪蹄似的，我要是那老头我就咬一口。你说这视频必须转。哎呀，这老太太小脚肉头了。哎呀你咋回来了呢？不是，你看老伴儿，不是我说你，现在生活多美好啊，你一天老整那痛苦的表情干啥呀？那不痛苦能咋的？有啥可乐的？你妈还没啥可乐的，就我朋友圈里发的视频，哎，你是没看着，看着能给你乐死。哎，你看啊，你看着，哎，看着啊，老头合唱，看着没？老头合唱，来人，老太太伴舞，看这老太太们，哎，摔了，啊，倒了，哎呀，那小脚啊，摔了，倒了，你这人可真是，一看别人出洋相，把你乐够呛。挺大个岁数，心眼咋那么固动呢？你看老太太小脚肉头的，估计那样，那脸肯定是个大胖脸，那脸还不得像个发面饼似的？那发面饼就是我。这看不清脸儿，你摔了？可不是咋的呢？刚才我上老年合唱团了。这唱歌他们就起高调，说老头唱老太太伴舞，结果我这腿就抬高了，脚底下就没站住啊，咔嚓石灰给我来个大腚墩儿啊。摔着折了我看看。哎呦我的腰啊。咋不乐了呢？咋不哈哈了呢？都点赞呢。不是我给你揉揉啊。揉什么揉啊？你说你这人可真怪，成天捧个破手机看，看谁出洋相了，你就捡乐。谁我捡着？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你是？哎呀，这是我摔了，你不说啥了？这要别人摔了，你还不得乐半个月呀？行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错哪儿了？我不应该把我的欢乐建立在您老人家的痛苦之上。哎呀，不是我说你老东西。就不管谁摔了他都挺疼的。啊，是以后别这样。不这样了，你站来走走看有事没。哎呀，哎比刚才强点了，你看没事儿，好多了，你看，哎呀能抬腿了，你看。咋又乐上来？你说你又拍视频，你看啊，好像是个女的，你看着没，穿的你看着吧，这身上拿不少吃，从超市看着没，穿高跟鞋一拐一拐的出来了，看着没，前面喷水池啊，下边有水池子 啊掉里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妈呀，这你还笑呢，这孩子不得摔啥样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他妈也是出门嘱咐孩子加点小心呢，你说这摔的呀。拉倒吧，他姑娘都这么彪，他妈肯定是个虎。拉倒吧你。哎呀，二姑娘，你
是咋的？起大早就游泳去了？游啥泳啊？怪我爸爸啊！人家想吃点早餐走吧，他非得搁这拍拍拍的，有什么好拍的呢？我在合计上超市买点吃的，我正出超市，这手拎个面包，这手就看着我爸给我发的微信。你说那朋友圈给你发的，我正整的给给的乐呢。谁知道前面有喷泉呢？我咕咚一下子我就扎进去了。当时我幸亏反应快，我啪啪啪，我就跑上岸了。我当时都没敢往两边瞅啊，我估计是没人看着我。妈，你说你二姑娘是不是特别冷静？哎呀，你太冷静了，孩子，你这还怀着孕呢，就扎水池子里去了？快坐下，坐下。视频掉水池里那人是你啊？你咋知道的呢？发朋友圈上都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这家把你爸乐的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爸。你长心没呀？就你二姑娘都摔成这样，你还有心乐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能扎喷泉里吗？那你说你掉喷泉里，那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咋没有关系呢？谁让你发的视频那着相了？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爸不知道搁哪儿整个视频啊，那里边那小老太太才虎呢，那家给人抱叭叭叭跳的，你说你抬不了那钢腿，你别抬呀。给自己摔个小倒立，鞋都踢飞了，那脚丫差点没塞后边合唱团老头嘴里。你说我还能看着喷泉了？这家把我乐的，妈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姑娘啊，那小胡老太太就是我。妈，你说你老配合我干啥，整多尴尬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咋整？你说这，哎呀，又看又看，这玩意儿有啥看的呀？有人发视频了，看有意思吗？成天看这玩意儿啊！哎呀妈呀，这不是一个小伙儿，拿个单刀搁这练你吗？练哎，你别说，哎，人比划这两下还行，你看着没？你看练过，挺带劲的哈。哎呀妈呀！把自个脚砍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自己练刀把自己脚砍了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砍够呛的，真砍！二姑爷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妈呀！啊！我把脚砍了。你刚才练单刀来的吧？对呀、啊。哎。爸，你咋知道的呢？朋友圈都发满了。啊，都上朋友圈了啊！我的妈呀，点击都过万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，自己练刀他怎么能砍着自己的脚呢？就是啊。妈呀，刚才我不是说去锻炼去了吗？在那个小广场上，我就发现了这么一把单刀。没人会练呢，我寻思我教教他们。我会呀。是吗？我歘我就来了两式。歘，歘。哎，我就看见超市那边出来一个女的，就顾了低头看手机啊，哭嚓就趴在水池子里了。我下一个动作就是这个，唰唰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说那个女的掉就掉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啊，你说那女的也是，就顾了低头看手机啊，水池子都看不着啊。你说她是不是二啊？她啊，我就是那二。哎哎。掉喷泉里的是你啊！你废话别说了，多磕碜呢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怀着孕呢啊！我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估计这孩子随我水性好。哎呀，还关心别人，这脚咋样啊？用不用上医院呢？对呀、啊，没事妈。啊，幸亏我媳妇儿每次给我买都是增高鞋，还唰把鞋跟给削了去了。没啥后果吧？怎么没有后果呢？你瞅瞅这后果啊！你瞅瞅。哎，顺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听我口令啊，按照原样再走一圈，预备，走。哎，干啥呀，爸？我发个朋友圈。哎呀，哎，你看看。你说你这老毛病又犯了，是不是？发什么发？我老发，你怎么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呢？就是啊，你老把你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。爸。不是我说你啊，
你这是气人有气人有笑人无，你看你这两口子一口吐出来，气人有笑人无，我什么时候气人有了？我你发朋友圈我们不反对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人人都有个朋友圈，你发点正能量的，你发点让人高兴的，怎么别人倒霉你就发呢？别人倒霉你就高兴啊？就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一点比我这朋友圈可差远了。你这朋友圈好啊？我随便发一个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翻一下，哎，你看啊，你看这朋友发的朋友圈，全都高兴。你看人家一出门，人家捡了一个奖券，捡个奖券，人家对上了，人家对了一个足底按摩神器，大家都高兴，多好啊！捡的奖券啊。去兑奖兑了个按摩神器啊！谁这么幸运呢？哎，我还真是那神器得挺贵吧？我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洗脚盆、足浴盆，你到超市也得400块钱呢，500，对不对？你何况人家是神器啊？就是我，到底谁这么幸运？拿来拿来，我看看，对谁这么幸运呢？啊，这肯定是我的朋友啊，临终之王。谁呀？隔壁王叔。啊，隔壁王叔啊！拍马屁往脸上拍，不是，不怎么老王爷中个奖把你乐这样的，我这纯属是替他高兴。对，不是他得奖了，你高的哪门子兴呢？那个他运气好啊，他运气就比你强。对，运气比我强，咱俩祖坟都冒个青烟，他脚上不穿那双鞋坠着他就上天了。嗨，跟他一比，我怎么这么冤呢？我这哎呀，你可别冤了。有啥冤的啊？老王是咱们哥们儿，他中奖了，咱们不应该高兴吗？对呀，啊，大家应该祝贺。就是，再说了，老公，他好，你也好啊。不是他好，我好啥呀？你好啥？你想啊，老王一上咱家来，把你烦的齁齁的，今儿他中奖不来了，这一天。你落个清净。我清净啥呀？我清净啥呀？啊，老王现在干啥呢？啊，干啥？在家拿那神器按摩脚呢，我这咋办呢？我这满脚脚气，我得自己搓。哎呀呀呀！行行行，回头我打听打听，哪有卖的，我给你买一个不完了吗？就是，前面得买一个。二姑爷，你怕啥？什么玩意儿？我怕啥呀？还给我买一个？他给我买一个，不得花咱自己家钱吗？我，人家老王那是捡的。捡的呀！哎呦，你这是咋的了？捡的呀，人家捡了一个奖券，人家去就中了个神器。你感没感觉到这个老王道德品质有点问题？爸，怎么还上纲上线了？什么上纲上线啊？捡的东西能拿去兑奖吗？怎么的了？我们小时候捡一分钱怎么办啊？那得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。他捡了个奖券，中了个神器，他就算不交警察。也得交给他范大爷我吧。嗨，不是爸呀，说不定人家在家正按摩脚呢。还按摩什么脚？捡来的东西按摩脚，还不把他那脚按成熊掌啊？那就大熊掌。行了，王叔，王叔，哎呦喂，老范，口味挺重啊呀，还想吃熊掌？你还吃熊掌犯法？再说你根本你就不要吃熊掌，你自个儿就有。你大伙儿看看，就那个手长上毛就是熊掌。你说你俩，王来来来，哎王叔，我告诉你个好事儿，我没有，怎么了？你这练什么功？我没有，我鞋跟掉了。什么事儿，王叔？哎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哈，打住，老王。这可是我家，你来可以，千万别在我们家晒幸福。我们家屋里挺暖和，不缺你这么个小太阳。哎，老范，你看我哪一天都幸福，还用上你家来晒？别在这吹，我哪一天都幸福。你不活了60多年了，头一回奖个奖券，中了神器，还天天幸福，你吹吧你。你这不发朋友圈了吗？啊，我说怎么今天一来，你看看弄的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，哎呀，嗓子那个脸老长老长的，像个驴脸似的。你看，哎呀，啊，嫉妒了，我中奖了，你心里不好受？哎呀，别嫉妒，不就中个奖吗？我给你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啊，哎呀，爸。啊，人家这境界，爸，我不是说你啊，您这叫有心埋啊，哎，您这心里边不干净。对，我抬起来，我拿去。
不用拿啊，我带来了。我给你啊，来，老年足底按摩神器。我的妈呀，不说鞋垫儿啊，鞋垫儿不是按摩神器吗？你按摩神器得花钱，鞋垫儿是奖品。我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啊。你那个，这就是一种营销的手段，知道吧？你买神器，你得自个儿花钱。他是拿这鞋垫吊你胃口的。对，这骗人呢，这玩意儿。妈呀，这算啥骗人呢？你还没看那广告呢？啊，说买房子送家具，吓人不？哎呀妈，真好啊！买一套房子送我一套家具。对呀，别想多了，爸。房子自个儿买，家具自个儿买，人家免费给你送上去。对呀，我什么也不买，我看他把我送哪儿去？肯定给你送到精神病医院去。你看看，找几个人。你呀，净想占便宜，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？不是，那个鞋垫你领那神器你买了吗？对呀，对，买了。你鞋垫你都给了，你能不买咋好意思？哎呀，对不对？那神器长得啥样啊？什么样？告诉你。就是一个普通的洗脚盆儿，超市里卖400，他卖给我1500。啊！哎呀，我说老王啊，你这不上当了吗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你怎么还能上这种当呢？就是，哎，爸，爸，这又咋的了？妈呀！不是，我咋的了？这是老王上当了吧？倒霉了吧？被骗了吧？哎呀呀！来来来，就这个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吧。哎呦，你看这个人，我一倒霉哈，他爸就乐。你那个，你先把肚子那个蛤蟆拿出来，你再给我照相。来来，别动，别动。要干嘛呀？要干什么？给他拍个照，发朋友圈。哎，别别别别！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爸呀，你别发了，别发了。王叔啊，你这倒霉事有人挖出去了。谁呀？这是？我的妈呀，点击都快过千万了都。哎呦我天哪，谁呀？这么快啊？我查查，我查查啊。你看看谁呀？谁呀？哎呀我天！哎呦妈啊，你那个倒霉事也是这小子发的。媳妇儿啊，咱俩这事也是他发的。谁给我找来，我踢死他。谁呀？他是叫什么名啊？哎，这个名我不太熟。阿拉丁神灯。叫什么？阿拉丁神灯。阿拉丁神灯。谁呀？你看阿拉丁神灯啊。啊，这个纯孙子，这是。哎，王叔不能骂人呢，这骂人啊，我还想扇他呢。怎么的了？和神灯，他就是个欠儿灯。王小倩啊！哎，老王，老王，你千万别动手啊！你等我把视频打开，你再削他。哎呀，你还别发了，你大爷你！朋友们，发朋友圈可以，